水来自山林的源头，滋养了千千万万的家庭。举起手中的每一条米，每一股的纯净，都是这上中下游千千万万户以珍惜水源、爱护山林的态度共同祈福，才能让我们能共同享用这美好的水源。水在源头，多绿心，永续台北桃花源。经济部水利署台北水源特定区管理局。大台北新一区是水源保育区的一份子，也是水的原乡。在这里，人与山林和平共存。乌来乡山高谷深，雨量丰沛，80%的土地都有森林覆盖，动植物种类繁多。福山哈农地区有台湾亚马逊之称，居住在水源地的泰雅族人与这块山林宝地已经和谐共存了将近300年的光阴，是水源头最重要的守护者之一。而南势溪冒出的水，泰雅族人所说铁鲁赖，就是我们熟知的温泉，温暖了许多远来的旅人疲惫而寒冷的身躯。这样珍贵而美丽的山林是大台北的桃花源地。由于这些人为活动与文明建设加重了自然循环的负担，于是我们所产生的生活污水就必须要透过人工方式来净化水质。污水下水道系统可以有效地集中家庭生活污水，经过污水处理厂处理后，净化为干净的水放回到溪流。新民地区污水下水道系统是守护这大台北水源最重要的防线。台北水源特定区有两大污水下水道处理系统，分为翡翠水库上游污水下水道系统以及新屋地区污水下水道系统。新屋地区污水下水道系统是于民国85年完成，其系统范围包括乌来乡的乌来、信贤、孝义、中治、福山等村及新店市湖潭、曲尺、粗坑、广兴、龟山、直潭等里，面积约38000公顷，人口约16000人。至98年为止，已经新建的污水下水道主干管线长约30公里。用户接管管线长约33公里，建物包含小型污水抽水站39座、大型污水抽水站13座、大型污水处理厂2座。部分偏远或零星散户地区则设置小型污水处理厂处理，共计6座。